猜下一个。你别动，这个交给我，兄弟，你看一狗，帮我看一狗就行。你看好 A 狗啊 ，A 狗看好。这夸也不夸我一下。咱明天再打吧，我要下了。好的。跟我玩开心吗？你好，你有时候说话好敷衍啊。因为我知道你那边主播的嘛，我就不想讲太多话了。但是你刚才跟我说话的方式不是敷衍是吗？意思是不是敷衍我是吧？对对对，对。实话吗？是啊。那咱下次还可以一起玩吗？好。那可以加微信吗？好。好，等一下我发你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唉，没意思，真的，没意思，太没意思了，没意思，没劲，没劲，真的。让我为你写歌，你要去的地方，并不是你我在走的。阿童。我另外一个手机，我等一下下班另外一个手机加他。我说我其他没法比，尤其适合你。如果把你比作墨水，那我就是沾墨水的笔，烦心的事都不想理，原来心里没有底。直到分手那天，自己单独淋了一场雨，我开始变成一只蝴蝶。OK 了。快也去了，筷子脸的毛病照样没改。问别人我帅不帅，不管你爱不爱，也反问自己坏不坏的那个曾经单纯的心，现在他还在不在？没想过一切会变，为什么还没兑现？到如今珍惜眼前的人，并不像谁之前，当然也需要。爱情就像龙卷风。真的像龙卷风，实话。那我先走了，好，拜拜。当你走了，让我为你写歌。这个屌毛人去哪了？有没有大哥把阿肯这些罪证保留下来做个合集？做合集干嘛呀？我单身干嘛呢？你们这些逼！分辨率吗？